10月14日，温碧霞在成都被偶遇，依旧魅力十足，迅速引起网友关注。当天，温碧霞身穿浅绿色衬衣，头戴渔夫帽，一头长发披肩，脚踩白色靴子，露出纤细的大长腿。温碧霞打扮相当时尚，走在路上如同超模一般，完全看不出已经56岁。温碧霞走在人群中十分显眼，温碧霞身边跟着一位年轻男士，对方应该是她的助理，两人经常在一起。期间，温碧霞全程面带微笑，心情看上去不错。此前，有网友晒出温碧霞现身湖南株洲出席活动的画面，她以一袭粉色长裙亮相。虽然温碧霞打扮稚嫩，但毕竟已经快奔六了，化了再浓的妆依然遮挡不住老态。自从与富商何祖光结婚后，温碧霞几乎退出了娱乐圈，这几年在荧幕上很少能够看到她。不过温碧霞也没闲着，除了参加商演外，她创建了自己的品牌，偶尔也会直播带货，即使不拍戏依然能够赚得盆满钵满。如今的温碧霞爱情事业双丰收，最后也祝她永远幸福。